刚好重心轮流好，对，因为你前投得好，你前景会多一拍比较为比较合。他也不会真的丢到你，不要怕。你把眼睛看好，球。他要去那步慢，一直往里面冲。加油加油，做好动作。hold 住，哇，这样票还是开的啦，但是 OK 了。所以哦，所以。